请收看《维新世界易经风水面面观》。十方圣智色，大家午早，早起，咱继续过来讲解大家学易经。昨啊，甲各位讲解讲，咱拄到困难的是怎么办？要安怎呢？叫天天袂应，叫地地袂灵，问神呢，神二十三天电话。好，那么问人呢？圣贤在哪里？会靠住的伫倒位呢？所以观世音菩萨啦，71年，伫我上严重病到要死的时啊，好，观世音菩萨则啊开始两句：救人不如救家己，救家己不如救真正家己，就是修行，哈，家己去充实圣贤所留来的妙法。所以咱一个人啊，拄到烦恼、拄到困难的时啊，名叫做太极，内底是非呢搞不清楚，善恶是安怎找袂清楚，要得混沌成无极，好，无极无一个界限，好，无一个界限以后呢，那么就戆戆神神。啊！咱像咱即阵发生即个9.11的大地震的时啊，真侪同胞咧，啊，向我地震来，唔知要得倒去，唔知影好走，到底是倒是死，还是住伫遐啊死？莫名其妙，咱家己唔知要得倒去啊！人生的惊吓，人生的不安，啊，所以咱在不安呢。要叫做无极，要做混沌，混沌无极，咱就无一个界限的，无一个边好杀掉。过来就太极，太极呢，内底就是有两仪，有善有恶。咱呢在两仪的，咱的科目呢，讲将近要2个月。啊，凡是老师也听到安尼尔，因为过去所讲这1-2个月来呢。这个两仪的代志啊，无讲真详细咧。咱刷了要学易经咧，可能无多真正正确去了解。啊，咱啊未当讲真正阁进一步。所以，咱这对这个两仪啊，好过来的四象。两仪咧，就是阴仪甲阳仪。现在来看这个图。好，接着这一个太极。太极起来，啊！这两仪，一个阳仪，一个阴仪，阳就是坏哦，这阳就是坏，好，变成咱这个叫做阳，那叫右回咧，或者阴，这个右回叫做阴，阴仪、阳仪，哈，倒起来一支或者阳仪，右回咧或者阴仪，好，那这叫做太极，太极来这的两来这有两仪啊，阴阳两仪太极。好，所以咱呐，这里做一件代志诶，好开始判断，对啊，唔对，对，就是阳仪，唔就是阴仪。啊，那再去啊，咱一家咧共同来研究这易经。啊，那么好，到底我是要搁看咧，还是要搁看咧？我要搁看咧，是阳仪，阳啊，会当得到搁较光明。我若歹搁看咧咧。哎，我真济咧听无着咧，王禅老祖几个先师的开始啊，咱有听无着咧。哎，感觉说阴仪煞听袂着啊，真可惜。所以万样代志都阴阳，咱这个两仪啊，所包罗天地万象，阳仪就是太阳，阴仪就是太阴。那么太阳有太阳神君，这个叫做经。太阳经，阴仪咧，好太阴经，太阳太阴嘛。啊，曾经在1973年的时啊，好，当时台中县县长陈建金先生，现在咱省东部的主委陈建金先生啊，还在做县长，
有一个姻缘啊，哈，我去因家，哈，因个台中新社中和的故乡诶，哈，去去处理咧。啊，那么这里我听到因爸爸咧，身体真健康，伊讲老师啊，我这间厝如何？我讲你这间厝真好，好地理，会出二亿大奖的人，哈，二房的上好。哦，因爸爸哦，嘿，我某个人，阮奖金都是第二棒的，哦，啊，其他嘛真好啦，啊，干嘞伊靠出头，哦，伊讲啦，因老师我这吼地理有对无？我有地理有对，吼、哦、有对会出高人，有对对人出一个服务社会大主大面的人，我讲恭喜学生啊，哦，你这地理唔是人说我都得着呢。那么啊，陈老先生诶，伊甲讲，老师啊，阮老爸、阮老母，吼、哦，尤其阮老爸咧，哈、啊，透早起来一定跪伫门厅中，伫个门口埕咧，向东念太阳经，太阳经念太阳真经诶，念煞诶是啊，尾暗仔时转来咧，啊跪咧向西平念太阳真经。哦、啊，早是念太阳经，暗是念太阳经，哦，所以啊，才会出一个高人出来。哦，那对这点，给我真大的启示。咱一个人啊，要有成就，一定咱爱多念经，经就是开发咱的自信，开发咱的心念，搁较光明。太阳经，咱好像太阳就。即光予大家，太阳经暗时诶，予一挂迷失去诶人啊，迷失诶人啊，吼，会当予伊一条路好行。啊，那么是太阳、太阴诶，拢是帮伊咱一个心，甲咱一个念头。好，咱一个善念者为太阳，啊，太阴毋是恶念，太阴嘛是善念。咱在人伫黑暗无目标诶时啊，咱。予人光明，咱暗时过年，暗中间，虽然伊个光无真光咧，嘛是照常予咱目标哦。所以太阳真光，太阴真光啊，拢是即予咱开发大智慧。若是讲有啊，我要生囡仔，生得较后个囝，生得较后个囡仔，我建议恁咧，早时起来。面向日头念太阳经，吼、哦，等下咧，暗时面向西边咧，无论出什么向，你面向西边念太阳经，你拢会出一个真好的囡仔，吼、哦，囝，吼、哦，孙孙啊，顶拢会出真好的后代啊，吼、哦，这是一个真不可思议的秘诀，吼、哦，这是一种秘法，吼、哦，今日咧趁这机会广告，予大家了解。好，咱有缘者，咱就照安尼来修持。各位是讲神地性，咱一件代志要未分明以前呢，是混沌无极。好，那么到有一个决定的时啊，好，是为太极，你向阳还是向阴？你向东行，或者向西行，向前行，还是向后行？咱一个人要前进是太阳，吼、哦，是主动的；咱人无要前进的，退后是太阴，是被动。一个主动，一个被动。所以咱人伫世间呐，咱爱主动，咱唔通被动。那今日咧？就咱啊，南投原来康顺国小啊，诶，校长林碧云林校长呢，哈、啊，都起来拜佛，好、啊，起来拜佛呢，啊，都家里讲，咱就是一个赈灾的问题啊，好、啊，咱的正言法师呢，好、啊，甲社会团体这样慈悲，大家不顾一切的这个叫做诶安怎呢，拢集中出来的有物件，拢提予大家吃，予大家用，好、啊、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救灾。但是呢，后边嘛有人在讲话，有人在是是非非。好、哦，过来，当时咱正言大师呢，啊，世界各国灾难呢，好、啊、有灾难的时，咱组织功德会，好、啊，马上就去赈灾、救人、赈灾为先。
啊，后壁咧有是是非非，批评讲摕外国人食，互大陆人食，这观念咱无智慧的想法。啊，但是咧，不管人是安怎，拢人永远是人。国土有分是有分，人永远是人。人伫天上个世界，拢是有真深个因缘。即生个灾难呢，咱爱就近去个救济。所以咱正言大师呢，啊，那么伊会当直接吼，伫不管他人个是是非非咧，一直救济为重。啊，后壁有魔镜，吼，无智慧、无开悟个人呢，后壁咧。直接恶啊！一直伫动头，一直报纸宣布啦，创啥安尼诽谤拜天啦，足无智慧诶！咱爱同爱同时咧，咱爱忏悔。像这回咧，大灾难，世界各国诶人来甲咱赈灾，斗相共。这点较早咱也无行出去，无行入，所以咱人咧，祸一来一往，一阳一阴嘛。那么咱大师咧出力是为阳，为阳；咱用诽谤者、做阻碍的人咧为阴，为阴是被动的，永远是被动的。所以咱学习太阳，爱学习太阳，爱用主动。主动者人生的宝贵，人生的生命；被动者人生生命的黑暗所在。好，所以大家咧，咱爱多学习。啊，咱这大师，因个向阳、向光明的心念，那安尼咧，咱大家心会真安和，咱社会咧会非常的祥和，社会就充满着爱，充满着大爱。各位是方神知识，咱的一道一经嘛是这道理，哦，叫咱一直放出光明的念头。放出咱光明的行为，咱一定会得到安详自在。但是，咱一直在放出光明，哈，放出这个善念善行的时啊，难免要有一挂有所阻碍，哈，有所阻碍。那么，咱来看这图咧，太极图咧，哈。咱只是一直放出光明的，愈看到光明愈多。那么中央一只乌乌咧，嘛是点咧，要有这个合作阻碍着。那么咱咧，所完全完全向出光明的善念，那一直要去救人，要帮助他人，不管他人如何咧，作为太阳，或者太阳，两个阳，两个阳，就是咱两支咧，吼，两个咧，安都阳，吼，两个都阳，安尼或者阴。太好多太一只阴阴仪，安尼咧好多一只阳，吼，所以叫做太阳。那么太阳咧，吼，咱都太阳之上咧，吼，太阳之上咧，咱咧要搁是做抓只念头，这个阴，这一点的阴，吼，一点阴咧，或者消阴，一做抓阴，咱呐伫光明的时啊，要有一做抓的念头，一做抓的受到咱咧甲咱诽谤，一做抓受到咱咧消极的，一做受到咱会退转。好，一体转，即或者消音，消音。下面阳是为基础，哦，阳为基础。啊，面顶哪个一个阳呢？个只阳呢为太阳。好，那那但是咱一个阳呢，面顶啊哟，咁应该要做啊，咁袂，或者消音小小啊，一个音。哦，这是真奥妙诶。咱一个人直直向前去行的时啊，是太阳。佛光，佛祖伊就放出伊个光咧，伊从来唔按要求众生安尼去回报，从来没有。为太阳，啊，那么真现在真地修道人，尤其咧正言大法师咧，一心一意咧，拢是放出伊个光明啊，放出光明，迄个太阳嘛，像太阳咧，太阳从来唔按计较咱众生是善是恶。太阳唔将来唔计较咱人有智慧无智慧，太阳将来唔计较讲咱有钱无钱啊。哦，所以啊，咱一个修道人啊，咱袂使咧有讲啊，你即个有钱来，我就对你较好；无钱，我对你歹。这点绝对袂使。咱若有个人看到有钱，你就甲泼泼他呐；无钱咧，好，你就甲马甲看一边含印度白印，
这项武器，这种没收到人，比普通的参政人更加不如，啊，比那个卡加更加不如。所以我当然甲地主，我地主讲，你袂使讲发有钱，你着无钱，你甲等一边，安尼感觉真正不对。吼、哦，讲话冷言冷语，啊不对，这样比唔收到人，无资格做我的地主。啊、哦，所以啊，咱呐、啊、要收到的人啊，学到的人，咱爱像太阳，一直光明，一直放春。啊，虽然呢，咱真真也拄着真济真济的阻碍呢。那个就是消音，小小一个音尔。太阳光一直照嘞，吼、哦，所照嘞，你只要一个石头砸嘞一撮影尔，嘛是光明较济。吼、哦，这点的原则嘞，咱应该爱敬较真真。各位是方神地色，好、哦，咱这里太阳就是一直光明，消音太阳中间嘞。嘛，有一挂小小的音的所在，都、就是其他的障碍来。但是，这个光呢，永远是无灭的，啊，光永远是放出光明的。啊，等于讲咱一个物件，一个盘足清气，有当时啊，嘛有尘埃，有垃圾啊，伫面顶，你爱搁擦。但是咱盘原来我是清气的，好啊，所以那个擦掉，好多太阳。那十七条龙的太阳，我们讲，咱的六祖慧能大师啊，啊，加这个神秀大师啊，神秀嘞，啊，伊讲身体是菩提树啊，身是菩提树啊，啊，心如心啊，那就变变镜台，时时七清气啦，唔通害惹尘埃。这是神秀大师可能开始的。那么慧能大师嘞，看到嘞，啊，伊就看哦，伊无，伊说入世法的境界。那么伊个读啊，对心内嘞，都个个思故思，好、啊、菩提本无相，菩提大道啦，本就是无形无相的，本无相。啊，明镜嘛非大，明即个镜嘛无啥物大好看，无形无相。啊，本来无一物啊，本来就无垃圾的，何处惹尘埃呢？本来就清气的嘛，嘛无垃圾的嘛，你倒去惹尘埃呢？所有一切的烦恼，所有尘埃拢咱家己惹来嘛。啊，咱入世法。所以啊，慧能大师咧所开始的是叫做顺阳太阳，太阳光。咱李洞宾呐，哈李先祖，顺阳祖师，护佑帝君，迄个顺阳或者太阳。那么啊，咱慧能大师咧所开始的即是太阳，好完全是阳，无一撮杂质。所以讲，这垃圾拢是外来，暂时都无去。我心灵的、心灵的光辉，直直放出我的心灵的光辉。好，那么慧能大师呢，甲咱开始讲，咱的心、咱的自性、佛性、觉性、清净性，三宝。三宝就是佛性、弥陀佛性。啊，有师啊，东方有师傅咧，就清净性。咱咧中土咧，吼、哦，这里、个、中天咧，娑婆世界告诉这释迦牟尼佛咧，佛陀咧，佛陀就是觉性，咱拢有觉悟的性。这三项啊，三性啊，拢在咱一个体，一体里内底，一个内体，性体、性的体内底是太阳，永远是光明的，吼、哦，无垃圾的。咱众生呢，只要有感觉是垃圾的，有垃圾的物件存在，咱就世间的代志。咱的心是这么大，啊，咱的身体上呢，肉的细胞呢，这就是阴的。咱来个画这图哈。好、啊啊，咱这个呢，就是咱一个人的身体，这完全是咱的性，这个性体性，本性就是光，啊，是光。啊、哦，这个光本身的灵魂的光是光的是阳的，这就是咱的肉体。
好，接着，好，接着，咱的肉体是咱的身体，好，所以咱这個身体呢，这是阴，啊，这是阳，这就是消阴，是只做阴尔。所以咱一个人诶，身体咧，好，咱的人的身体啦，是一个小小集体尔，死去烧就无呀，啊，都化都空呀。但是咱的心咧，是太阳遐尼宽，虚空遐尼宽。咱的身体就这样化，身的灵光就遐尼化，大无其外，小无其内，咱的身体烧掉就无遐。所以咱人呢，都是这点太极内底这点，啊，就是太极内底这点，就是咱的身体，好，接着咱的身体这点，好，这个就是咱的本性，这个归阳呢，归阳呢，就是咱的本性，咱的身体。咱的灵魂、咱的灵根、咱的生命都是这样的话，本来就这样的话、这样的根的。好，啊，咱的身体是点点啊尔。哦，这只佛啊，甲咱讲，咱的生命是永永远远不生不灭的。啊，一边的，就是咱这个身体，这组组身体一边的。这真奥妙吼，一经含佛理，完全是顶好。过去咱唔知影，发哎呦，为只八卦，安尼圆圆的尔闹啥？哦，阿弥陀佛，一工去看到内底光的，就是大宇宙虚空。啊，中间一点，就咱的身体，吼、哦，看一下，我甲你足忏悔的啦，足忏悔的。因为我开始上台先呢，阿妈学道啊，学易经，到尾咧学佛法，就讲啊，这太极的看太极，这两无啥啦，那无啥物迄个啦。到有一天去看到，哇，太极这白这个大宇宙虚空，拢无这污染太阳光，地球只要是地球，就主要地球尔呢。那么个等我看这图，这粒嘛是会使讲地球，这粒嘛是讲地球，吼、哦，这个大宇宙虚空。大宇宙虚空，吼、哦，这是地球尔。啊，这个阳光大宇宙虚空诶，啊，这万生万物一定爱任何一个尔。啊，这太极咧，这宽咧，嘛用代表中国咱的思想，啊，代表咱的中国的思想。还、啊、一点乌乌咧，一点错，咱过来看这图啊。这嘛用代表咱的中国咱的思想，咱的思想念头这么宽。哦，这点是咱的念头，时时一点念头，一点烦恼，时时一撮撮的烦恼而已尔呢。请问各位，咱现在早起的烦恼，早起的面包吃了，感觉吃了无够的烦恼，敢是人生的全部？不是啊，人生的一部分，一撮撮、一撮撮尔呢。接着消音嘛，少的音嘛。所以咱了解咱这因啊，世间无如意的是咱人生的课程，人生的全部，一直做做一做做做尔啦。咱来了解呢，所以咱人甲人中间呐，卖讲聊了看袂过，聊了大细声，互相要烧刁难，呵，我要整谁，我要整你，你要整我，互相争来争去，那么都不对啊。所以咱一觉悟觉醒，咱莫有小代志，甲咱小创滴。好，请大家呢，咱冷冷静静研究易经的真理，咱就了解咱的人生的真理。咱今日到这一段落，祝福各位。